我们的人被白臭飞全斩了，你看。这是京城最贵的酒馆，这里就是江湖之巅。这顿酒我做的，但江湖之巅的位置只能一个人坐，那个人就是我。你替我和老三顶了罪，替西域楼顶过这一劫，楼主的位子你扛得起？够了，我想要什么都得你给我，你不给我我就得不到。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，如今你想给我还未必想要呢。没想到你居然会对出生入死的兄弟下毒手。其实你我早已心知肚明，你跟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今天这杯断义酒喝了之后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，他日刀剑相向，不必得手。走远了之后，谁也别